姐姐，你就乖乖坐车，啊，莫啪啪走哦。好。啊，你若要食物件吼，我再叫楼卡煮起来给你吃。好。啊，便所在遐啦。啊，若要饮茶吼，我再倒给你饮啦。啊，阿公，哎，楼卡海底顶哦，很危险哦，你千万唔好走落去遐佚佗哦。好。啊，你即马乖乖坐车，我要楼卡处理真重要代志哦。好。好。哎，啊，你着倒啊！啊，无较早讲个，我即摆要走啊，你啥物讲？好啦好啦，倒去饮嘞，饮茶吼。小姐姐，请用茶。全套茶拢做，我是会走歹去啦。董事长，你来了哦。这个老老啊，露露啊。老江苏头，这个敢不是粗皮啊？啊，坐伫啊手捧茶壶啊，迄个敢不是萱萱啊？哎呦，啊，咱一世界找透透、晓透透拢找无啊！因两个人当时啊走起来，咱楼顶的办公室这味啊，可能是利用咱去找因的时阵吼，偷偷入来办公室的啦。悠悠，你啥？啊，你不是常常咧讲？有愈危险的所在是愈安全啊！你不要讲话点点来讲，因这叫做吼打破铁的无卖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啊，到底阿哩不是假讲，阿唔是讲我意思。我咧，杜全，你三个人咧讲啥讲遐尼久啦？我你嘛凭一句话讲。即摆吼，你有讲无讲，迄拢无重要。上重要就是吼，恁两个人吼若安全，安尼我就足欢喜啊啦。我饮茶。来，乖，请用茶。这是好。干杯。好，哎呦，讲到这撮鬼嘛，真害人。啊，要紧来共带走，唔讲一声，害咱咧找伊到要死啊！讲有准嘞，即马初飞啊去伫个海钓场，你着爱甲较注意个呢。咱海钓场个鱼池也是足深个呢，啊，若去予初飞啊挂落去，毋是安尼讲个呢。吼，有准嘞，我知啦，我知我知，好好好，再见哈。安迪啊，甲新水兄咧讲电话呀？嘿啊，阮有准嘞吼，敲电话转来去甲我讲啦，讲初飞啊甲阮萱萱吼，拢平安伫海钓场。拢平安伫咧海钓场，啊，初飞你上是佫出甚物状况哟？啊，无奈拢平安伫咧海钓场。算唔知哦，透早阮萱萱伫咧遮食面线，啊，初飞也无讲无早，甲阮萱萱出来就醉走啦。是落尾才知影讲哦，是初飞要带阮萱萱哦去海钓场找因爷爷。哎呦，夭寿哦！初飞你上去滴落迄种镜头呢，啊，怎么要甲萱萱带出，也无甲你讲哦？啊，万不能啊！你外口发生什么意外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就是安尼讲，所以为今下开始，初飞啊一举一动哦，我拢爱甲注意。啊，若无哦，那咪厝强要用烧去啦。啊，那咪大仔囡仔无讲无胆，甲我拖去啦。若无甲较注意，毋知要甲母什么出头咧。你放心啦，来来来，这天哦，陪我初飞啊，你上家哦，伊的镜头慢慢啊就会好起啦。啊，这好。芳芳，这就是你甲我讲，你去找恁迄姊妹仔婆找迄间偏方哦。嘿啦，啊，这是啥啦？四物啦，炖猪胆。哈，猪胆、嗯？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，听阮阿妈伫咧讲，讲这猪胆哦是叫囡仔食迄臭头卵的。啊，初尾啊，伊是得失忆症的呢。啊，食这敢有效？搁再讲哦，迄猪胆尼苦，伊敢要食？那这你都唔捌啦。初飞你上吼是跑到水底去惊到的呢，啊，唔得去得了失忆症，还就是破胆啦，破胆哦就爱补胆啦。搁再讲哦，这四姑在内底哦有避风地的呢，那阮遐姊妹仔伴哦，拢无甲别人讲呢，这就是叫做偏方啦。哦，是讲哦，你食落去，迄初飞的失忆症真是会好哦。啊，无食要奈啥会好啊？袂好啦。做你甲食就无要紧啦，我为了这只苗哦，是来上山落海，辛辛苦苦摕来的呢，一定有效的啦。哦，好啦，那你讲到安尼吼，我再订个钞票食看卖啊啦。对啦，你一定爱订个食呢，钞票你上个镜头看会较紧好袂啦。
啊，若无像你讲的啦，拄啊，若搁变啥物出头出来，真倒惨，对无？啊，我即马有搁来探听，探听看有搁较好个病院无吼？啊，然后摕到钞票你先食啦吼。啊，无我即马来去吼。滴答，迄滴答人家敢有效？是讲彭彭嘛是好意啊，我着甲钞票吼，四尾当作外买椅吼，顶回食看卖啊啦。哦，回办公室啦。做啥？酒局我知影啦，酒局甲水鸡哦，先做咧烧香烧香啦。啊，不过酒局哦，伊个无目白，还有眼袋，爱陪我聊聊，对不？曹小姐啊，阮爸的意思是讲哦，问你敢有熟识迄个万年老酒局？自由你怎个？你先讲这句话要看阮倒啥？我甲你讲呢，酒鸡袂食的，水鸡才会食的啦。啊呐，囡仔人闪尿哦，你有炖水鸡好食就对啊。爱球爱甲蒜头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酒鸡也好啦，水鸡也好，这拢卖讲。你敢捌看过哦？一只咧硬的老牛只。那讲到牛，我就上捌啦啦。牛哦，是一种长血兽的动物。啊！哦，花食到骨较侪花哦，伊嘛无可能会生毛啦。啊，若会生毛，这就叫做枯毛，你知影无？枯毛啦！我看免饲啊，也免靠啊。等伊家了，袂记伊家是啥物人啊啦？啥物？我唔知我啥物人，我叫曹梅啊咧。我你讲，我你阿伯有对阮多少讲话较客气？啊，若无我就出一只，较娇。我你讲话无用。够你讲你话无用。告你讲行行，先生不可以这样讲哦。你安尼讲哦，会甲做伙是讲教歹去，知无？阿伯，安弟啊，真谢啦。阿伯，你电话中甲我讲找着阮爸甲萱萱，到底是倒位找着的？哎呦！阮三个哦，去外口安尼找，甲一世界找透透，拢找无啦。啊，结果倒转来海钓场哦，伫咧楼骹啊吼，伫咧计划讲看要安怎分路去找，才找会着因两个啦。啥知影讲，阮一爬起办公室吼，都看到因两个坐伫办公室遮啦。拜托的啦，你莫安尼乌白走啦，要出去都唔讲一声，啊，搁甲萱萱抓出去，啊，害规阵人咧烦恼到要死的。人小姐姐要带我出去行行看看，袂用的哦。啊，先生，啊，你是带粗皮仔职工去倒位啊佚佗？我去溜滑梯。啊，阮就去溜滑梯啊，啊溜山。啊，小姐姐就讲要找爷爷，啊，我唔知，甲伊做伙来海钓场。弟啊，你来看卖咧啦，伊粗皮仔吼已经经过遮侪工啊啦，啊病情也无较进展啦。我咧想哦，咱都要尽量想一个办法吼，来甲伊医治。要若无吼，继续搁咧拖累，毋是办法啦。你两个学创啥？你们有阴谋？小姐姐，这里有危险，进来走。宝贝啊，啊你这阵是要搁带恁小姐姐去倒？你甲我管哦，我要遮济。别走！诸位，这是顶个月财务报表，甲新加入的股东名册。请你看一下。对啦，郭主任，我之前吼有答应这新的股东吼，要带伊去参加一个十二月初九，是贵阳举办的2022海洋首都国际花卉展。啊，这麻烦你吼，甲这人数先统计一下，啊，咱另早做一个安排。是，
我人数统计了后，再过来向你报告。真麻烦你啦，没事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郭主任啊，咱工地遐是废土吼，你怎啊处理啊好势？我拢处理好啦，咱杜家村这整地废土，即摆有交一间公司伫遐处理，无问题。即摆吼，咱这个杜家村啊有真多代志，拢是麻烦你用倒三工伫遐烦恼。真正哦，今日毋是你哦，所有代志哦袂遮尔啊顺利啦。淑文，你若要安尼讲，我只有尽量去做就好啊嘛。对啦，即摆目前有一件代志哦，需要讲互你了解一下。什么代志啊？你伫咱咧杜家村边啊，有搁加买一个两千亩的土地，目前这个土地变更还未通过。是啊，这个土地变更无通过。是啊。哇，那呢，这对咱这杜家村的开发哦，影响非常的大呢。这我也知影，所以我有尽量去拜托这有关人士把咱斗相共。我相信唔免过偌久，这个、土地变更就会通过。也毋过。咱即届即个公关费用，又搁加开一寡。不管开偌侪钱啦，即个土地变更哦，一定要通过。因为咱即摆水底了啊，所有即个乡亲啊，对咱即个开发案啊，充满信心，一直咧争取伫个呢。假使讲若互因知讲咱即土地变更无通过哦，即对咱的信用会拍歹。因为我知影咱即个代志的严重性，所以我也尽量去做。郭主任啊。我一直真相信你的能力，我嘛一定把你当作是我家己的亲兄弟啊共款。这个杜家村等于是咱两个兄弟的事业，咱两个哦斗阵做伙来拍拼，做伙来完成咱的愿望。即届伫台北公司会当代理来下岗开发这个投资案，我就决心要好好来做，而且将这个事业当作我家己。所以，若发生更加大的困难，我就想尽办法去解决。听你这句话哦，我听到超欢喜的。我会对咱这事业哦，会愈来愈有信心啦。我干嘛？小，哟，未歹呢，这泡茶是你上海啉的啊？这茶米一斤两万四呢。朱亚赞，你用骗去啊啦！你来真好骗啦！这一斤两万四，啊，阮桌上啉的茶米哦，啊，味甲这拢也差不多，人家一斤才六百块尔。啊，迄两万四是你讲的啊，啊，若是去用骗去嘛，是你去用骗。茶你摕用我啉的，啥物我去用骗去？啊，甲你讲话袂合，要怎？啊，你要倒啦？我要转去桌上啊。来啦，你去是加增加人的麻烦，人阿伯足无用，你莫共吵。啊，我老爸真用的，从即马开始。万行代志拢爱顺我，啊！我讲话又袂使应嘴应字。好啦，啥物拢听你，安都好。啊，你们就差不多。进来，弟弟啊，进来呀！嘿，啊，家己出唔到这。你真正袂歹呢，你看是下班哦，啊，就进来陪家己的某啦，这就是有标准的新头男人啦，安尼就对啊啦。经理啊。我来讲吼，边仔迄边的代志啊，我应该讲好势啊。对方讲吼，咱若是要过去吼，先敲电话，不管是拢会使去检查。好啊，好啊。检查。阿桑，你有事哎呦？我你今仔种表情啦？哎呦，阿公无有事，这是好代志啊，无去去检查，检查看卖，看查某啊查某的吼。是你要检查，不是我要检查啦。我要检查。我是要检查啥啦？哦，恁这对阿婆真奇怪，咧头尾着叫人去病院检查。我知啊。病院你有入过哦？你咧甲人抽看病相哦？真啊，阮会安尼做吼，拢是为着你。为着我的健康设想着无？你嘛换一句啊，结拜拢安尼讲。放心啦，我真勇敢啦，我无毛病咧。对啦，阿七啊，阮知你的身体哦真勇敢啦，无啥物毛病啦。不过咱甲医生那边哦约好势呢，无去袂用的啦。你就去检查一下，袂浪费你啥物时间啦，真紧就好啊啦。啊，我有时间，我袂晓去输尿滑梯哦，我是要带你去病院检查。你莫安尼啦，大家安尼做拢是为着你好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只
只要你肯到那边做检查，看你要用啥，我拢答应。我跟你也无亲无情，我是要跟你去病院检查。就算讲我要跟你去病院检查，嘛是阮杜尚送我去啊。喂，陈医师哦，你好，我是苏文啦。真歹势呢，我本来今日吼约好势吼，要带人去病院给你检查啦。啊，不过临时临了吼，有代志伫个，我拢过去。无安尼好无？我这吼这边安排好势了，就敲一电话。跟你另外约一时间，好不？是是是是，真抱歉真抱歉，好好好好好，再见再见。哈哈哈，阿叔老师啊，本来跟医生约好时间啊，却临时临了给你变卦。头要紧啊，今麦前哦，都一定要我你送回去才要检查。那今麦就等我你送哦，我当时有时间回北京啊，去做一检查，我就敲电话跟陈医师约就好啊。是咧真害啦！较早吼，阮爸住咧做老人囡仔生，啊，即马住一个镜头了后，囡仔生煞愈重，啊，一天到晚爱甲阿伯低调调，一下久无看到阿伯哦，就一点安全感都无。我真正有听你上头咧讲啦，讲伊甲叔啊吼，两个人打架要一架子啊！我相信哦，因两个感情是足深的啦，若无吼，叔啊哪会甲你上咧低调调？哈哈哈！较早阿伯，伊无去让阮爸带这镜头，把阮爸照顾到足好势。啊，若无，伊若无爱照顾阮爸吼，我想不知要哪只好。杨弟啊，我看你这阵仔时间哦，为着恁爸爸的代志，安逐工咧操烦，精神可能也无够偌好啦。你家己身体哦，爱注意呢。多谢你的关心啦。师傅，你即马这度假村的 case 处理了安怎？有啥物代志安排到三工？我即马度假村哦，大部分拢是交予高主任哦来替我烦恼啦。伊真有心嘞，我相信哦，伊若拄到任何问题，伊拢有在了克服啦。那真是安尼是上好啦。啊，你甲我讲过啊，讲这个开发案是一生中上大的转变，无论安怎一定要成功。师傅。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，阮大家一定陪到三家。真多谢恁大家对我这么支持。人咧讲出国咧打拼哦，靠的不是家己，靠的是贵人呐。我的贵人哦，就是有恁大家这些好朋友。你嘛是我的贵人啊。像阮爸这届带这个镜头，你嘛甲我到三家就做。起码。今个敢要搁带你屋里送引导？对啊，阿伯在甲顾啦。无得靠，阿伯即马一定甲阮爸阿困啊。哇，蛮多就要诶，早上阿伯回来，伊无回来，我就尽量休假不，哪会讲话？我蛮多就要，要个靠背。又是我，我要再去了。嗯，谢谢，我要去刚洗好了啦。曹飞啊，阿妹来的时阵，啊你身躯洗好，我拢叫你先吃饭。啊我带孙仔去身躯拢洗好啊，啊你本来人我袂紧张着啦。杜嫂还袂回来呢，我一人在这吃，啊杜嫂无吃啦，跟我不好。啊，我就跟你讲，恁杜嫂有敲电话转来，伊今仔要请大叔吃饭，伊会敲晚转来。没啦，你先吃饭，人袂讲你不好啦。我不管嘞，伊若无转来哦，我就不爱吃。